哎，好的，老板，好的，老板，OK，多少钱我都演。好，行行行，好，谢谢老板啊，谢谢老板，我发财，哎。刷新了你的 flow， 我没忘记刚刚上台的时候，刚刚开始跟着节奏，那时还不太会觉得能变强好几倍，开始在街头巷尾和 live house 找机会，随时准备上台，这种感觉好酷，音乐对我眷顾，我用押韵叙述，感谢这些年走过的每一步，好像拿个手机记录世界，记录你把光和影都放一起，我不是导演，却每天活在创作里，也许有天遇见他，你会和他问好，可能他是一个 rapper 正在写韵脚，或者他是一个 dancer 正在编舞蹈， maybe 他是一个文员正在写文稿，或者他是一个 chef 在做美味佳肴，这是幸运，还没对他们调好视角，他们享受着过程，希望明天生活能变得更好，每天的努力奋斗都很享受，每次五十几秒根本没讲够，随便拍个快手你就说我想秀，我随便走就能够让你跪着走，如果时光不能倒流，我用快手记录生活的节奏，用说唱来把我们经历叙述，用快手来把我们故事记录，用说唱来把我们经历叙述，用快手来把我们故事记录，很多人都在问我为什么还在说唱，因为还在这路上，虽然有些波浪， hiphop 没有 rain， 每天都在播放，生活不变，而是圈子变得多姿多样，就算错也得做，梦想还在坚持，不落魄不懦弱，只是对说唱更偏执，不示弱，抓住地利人和天时，没试过怎知说唱不能成生活的天职，想着曾经我们为了生活做出廉价的演出，在舞台上上手手就想能吸引观众的眼珠，有的人会把我们当作是笑话，有人用心在听，有人在那叫骂，那声音太扎心，让我无法忘记，用真心来发音，遇到错的也不放弃， First style 就像烟花瞬间的美，谁又能记住，在说唱的地图我依然用快手的记录，用说唱来把我们经历叙述，用快手来把我们故事记录，把生活装进快手，记录世界，记录你。